这个球也选掉，今天球数呢一好球三坏球。胖熊呢今天只要补足打击数啊，回到了打击排行榜也就是第一名。这个球出棒打到中间方向的飞球停下来了，上去了。 Tucky 在里面敲了一支 solo home run。 胖熊台南球场啊，在那边敲出了史上啊在台南棒球场出现的第997支的全垒打，这也是潘武雄呢在今年球季啊所敲出个人第五支的全垒打，相隔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呢，上一次四月初所敲出来的个人第五支的全垒打呢，带有一分的打点，也帮助球队呢在一局的下半1-0领先。这一集就给Ben Moore一个震撼教育。我面对了这些中心打者有长打能力的表现，球如果不够下沉的话了就很危险。潘武雄在赛前呢还有跟他聊天说，我最近伤愈复出啊，手感怎么样？他自己觉得还好，好像没有在季初的时候手感那么的发烫。我今天呢在第一个打席就敲出了 solo home run， 对球死。